漏了一个，还能接受吧。一个名声六，好好好好好。你不会想出现在我的名单上。啊！还多大？死不了，死不了，死不了。他五级啊，五级。
还得是点火好用啊，兄弟们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他妈的！啊，好恶心啊！古月岁好恶心啊！啊，好恶心，好恶心！啊，太恶心。江西算很穷的，哪里有钱了啊，牛水都炸了，炸烂了，妈高能榜清一色二十，这真的哎要播不下去了。
啊！感谢佳人儿，感谢佳人儿，谢半城离下的剩点门票，谢谢儿。哇哦，我们的榜一高能榜高达了101点呢！哇哦，我们的高能榜实在是太漂亮了。钻内圈，内圈，内圈。主播是个夹子主播吗？夹子主播有什么不好呀？夹是什么了？我直接拆了吧。哎呀，我操，他妈的，我手机挨着我键盘了，我操，我记了，别说大不大了，我要记了。不是火力掉线了吗？刚刚他为啥不E我呀？完了，没大是吧？哎，我好像还真能撤，我溜了，导弹来了。上剑加班嘛，那上剑你要上剑我肯定加班呀，那你现在上我肯定加班呀，那等会就不一定了。感谢 Coffin 的那条，谢兜底大王的小花花，好多花呀，内幕呢全是花。来吧青龙刀吧，没钱，不要问我为什么出青龙刀啊，主打一个没钱儿。青龙刀便宜3100，15和血手都要3200，摸钱儿，玩好呀，比较玩好啊。先看看李德惹下来的灯牌啊，谢谢佳莹。感谢左看看右看看的舰长啊，尼嘎多，谢谢老板的舰长。啊，尼嘎多，祝老板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长生不老，永远不死。谢谢老板的舰长啊，感谢老板。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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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动不了。我被控了5秒钟，这不赖我，我被控了5秒。主播高能榜太好看了就不上剑，别呀，差你呢差你呢，老板能剑不是格，加油，你他妈上次也拉扯我，上次也跟我说我就不上剑了，这次又跟我说我不上剑了，你怎么天天搞拉扯？算了，先水银鞋吧，这空有点太多了。啊！完了，我操！还敢一回来？胆子很大吗？啊啊！意外之喜，逼出了个闪现。哎，这么一想，对哦，我上一波出血手我就不会死了，那为什么我会差100块钱没血手呢？有个人抢了我一只炮车，我刚好就差那70块。哇！想起来自己为什么死了，兄弟们，有人抢了我一只炮车，不然我们上一波我就能回家血手了。我有血手，有韧性，有血手，有韧性，有盾，我就不会死了。对，对，对了，
就是这样。有人抢了我个炮车，导致我上一波死了。不过如此嘛，新皮肤不过如此。怎么就超模了？又超模！我他妈天天超模，超模，这也超模，那也超模。什么都超模，这也超模，那也超模。哎哎哎！救我呀！救我呀！别光跑啊！不是你们能跑那么快啊？怎么不救人的？哎，我一死了你们就上了。我一死队友就上了，哎。青盖带不灭啊，符文。符文带不灭。不灭就好了。哎，血手真火了！哎，因果论了。这什么时候开始？什么时候开始出问题的呢？又开始叫了，又开始叫了。哎，从我那波被抢一个炮车开始。别叫了。64啊，对啊，我刚好就差60块钱啊。你滚啊！你自己说差100。对啊，差100啊，当时还剩下40块，40块没作用啊，就差60啊。太抽象了。就得血手。压雷。哎呀，血手活了！血手活呢！血手活了呀，血手包活啊！血手肯定活啊！哎，被控飞了，我吃了。啊，被控了7秒多，无语了。血手早杀完了。哎，齐国重炮来喽！我来救你们了，上上上！我有血手了，我无敌，我无敌了。跟着我上，跟着我上，全得死，全得死！全得死！